摔也都比他们得响，还摔呢，对不对？醒木为什么叫醒木？这就是一小木头，你知道马路上就叫木头，没人捡，这要这干什么？主天之下只有七块半，咱今儿不说这个，不用批这个。皇上有一块叫龙胆，皇上那不叫醒木啊，也不叫雪碧啊，龙胆，皇上自称为龙，这就是他自己那胆，把它拿出来搁桌子。皇上这龙胆呢，它不在前面，龙书案不在它的前面坐着，在侧面坐着。我一转身，我就皇上了。龙胆在龙书案上放着，娘娘有一块凤霞，说相声的这个，说评书的这个叫惊醒木，干什么用呢？紫云许一开始的时候拍一下，结束的时候告诉您结束了拍一下，中间不能敲。虽然一敲敲七十多回，你是棺材铺并棺材盖，中间不能乱敲，这个什么东西都是不能瞎敲啊。惊醒木啊，为什么叫惊醒木？全称惊醒木，有一个作用。下边三十多位，今天人还真不少，我谢谢大家。三十多位听我这书，越听越困，越听越难受。哎呀，坐在底下这个俩眼啊睁不开，眼皮撩不起来，在那儿困打盹儿。四十多位就张雅欣自己这儿听，他很忠实啊，大家都睡了，你说我这多难看，我也不能下去叫进去，同志们咱醒醒，不好看，就得用这个。哎你就醒了。醒目就干这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平常不能乱敲，老敲这个证明了这观众总睡觉，所以这玩意儿不能乱敲。开始时候敲一下，最后时候敲一下，中间是敲多少下就是睡多少回。刚才那回实验啊，不代表有睡着的观众啊。我本来这人就没自信，以极其自卑的人，希望大家能够鼓励鼓励，别鼓掌啊！你看怎么了这是？说这个就是缓解心理压力。有时候我们演员啊，说实在不应该跟您念的这，您就打蚊子。刚才把你拉去，打蚊子，不应该说这。一说这，观众比我们还紧张，坐底下又他更紧张。下回别来，千万不要。下回您还来啊？这个德云社呀，这个评书书馆啊，刚刚恢复有一个月的时间。刚才这个小鸡也说了。开张之后是二队三队，这周是我们一队在这演，下周估计还是二队，就还按照这个先循环下去，具体政策我们还没接到通知，通知我们演就给您好好说，希望各位有时间的话继续来捧场，都是残缺炸裂，我们一队除了这郭鹤鸣啊，剩下都没怎么说过，三队除了李根呢，剩下都没怎么说过，李根是我的好朋友，打小就认识他得有十多年了，两天在网上晒了一张照片，他们最可笑那种人，这人挺有意思的，十岁跟着天智曲团这个演员叫宋丹红学习评书，到现在也不少年了啊，在舞台上摸爬滚打，他喜欢这背那个赋背那个字儿，把录音一句一句拔词儿抄，那个抄一本一本抄，下功夫，真下功夫，真爱评书，拜了郭老师嘛，取这艺名叫李景琦，景字李景琦，曾经功德都郭德纲，一合门的图，景字儿，每天您见着苍井空，小苍给我唱一西河，啊，还得给你唱。闲言少叙，接着说咱们这本书，可能昨天有来的朋友，有没来的朋友，不要紧。我这个书有一个特点，每天来呀、啊、都不耽误。昨天没来，你今儿个听，绝对不影响。昨天来了，今儿也憋着半天听，简单的说两句。这部书啊，取自于《三侠五义》，又叫《七侠五义》，说白了就是包公案。包公大家都熟悉，姓包名整，字表文正，不是他父母起的名字。这是他的老师宁老夫子给他取的名字，取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之意，
包拯，拯救的拯，字文正，文正搁在一块儿还是一个政治，政治的政，将来在政坛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包拯，包文正。昨天说到包公出世，出世不代表出生啊，包公出世，昼断阳，夜断阴，定远小县，断乌盆，乌盆记的故事大家可能有知道的。包公在定远县当了一个县尹，县尹就是县令，七品，七品县令，蓝官小，不得参子见当朝，七品县官没有见皇上的权利，见皇上最少也得四品往上才能八宝金殿见到万岁皇爷，看见皇上长什么样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老百姓都能见着咱们总书记主席什么形象，因为有报纸有电视，你说真人咱都没见过，可能雅信见过哦，我们都没见过，都是从电视上啊报纸上啊网络上啊哎见到伟人的形象，过去也是一样，他没有这些个媒体，只能面对面，没有这个机会，县官没有这个机会。包公是定远小县的县令，因为断了乌盆记，削职为民，把赵大逼供打死了，是按律他应该死，应该死啊，您得通过法律制裁，现在也如是，拿车撞人，捅完八刀，你得审判，判完死刑，你得允许人家不服，人家上诉，你可以再判他，终审不得再次上诉，那可以，然后毙不毙咱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现在也如是，过去也一样，你得判完了，然后再是绞死啊，是砍头啊，是万剐凌迟啊，是怎么着的？你得有这个说法，不能当堂毙刑啊。赵大被包公打死，削职为民，家回不去。本来他的父亲母亲有了包公之后就不愿要他，你说回家能行吗？啊，宝贝儿回来吧，我收留你了，当初你怎么扔我呢？家回不去，是他的哥哥和嫂子把包公养起来的，吃嫂子奶长大的。32岁了，还能吃嫂子奶吗？他也不让吃，他想吃也没有了，就那一阵儿这玩意有奶啊，家回不去，跳河不值当，出家，开封大相国寺出家。大家可能有下午来听书的朋友，大胖子刘元啊，说那书叫《大闹大明府》，就是水泊梁山《水浒传》，也是宋朝的事儿，他那是八弟徽宗的事儿，咱这部书是四弟仁宗的事儿，四弟、五弟、六弟、七弟、八弟，他四辈儿。他这个他是我的这个孙墨，重刘元说好了得还击嘛，谁让他下午说回来？这之间开玩笑，我跟刘元关系挺好，我们俩邻居，我住这楼栋，他住那楼栋，关系特别好，住一块儿3年多了。一次门没犯过，关系好。不是不愿意串门，他家养一狗啊，比他还胖呢。我害怕，小狗还行，好家伙，一进门得把门框拆了，那狗才能进去。你做那玩意儿活了吗？不行，不跟他走动。你站我这儿来可以，我站你这儿我害怕。他那狗叫太阳，那狗不错。太阳，叫太阳啊，给他们带来七色温暖呢。放下刘元暂且不提。包公开封大相国寺出家，被了然禅师发现，了然禅师了然了然一目了然，拿眼一看，这个人非等闲之辈，因为他是文曲星下界，书中暗表了然禅师精通易经会算卦，看出来了，文曲星下界将来必然当朝一品，位列三台，两袖清风，为民除害，他是一个清官，要在我这儿出了家了，那这清官可就没有了。到现在人们怀念老包，老包到现在不能出世，就是不能复生，为什么？不是咱迷信，
您到安徽看，有一包公坟，那是假的，没有。包公在洪泽湖下边。包公为什么不能出世？包公也会算，这能耐都得精通易经，易经学，四书五经开蒙先得学这个。包公就算，什么时候清官再次出世，就是我包公重返人间，轮回轮到我了，再次出世，就是我睡觉这个枕头啊，让这个水泡烂了，我就能出世。他死了之后，他就不知道了，还得跟他媳妇商量啊。他跟他媳妇一辈子不和，老跟他反对，平时告诉他我想吃梨了，买俩萝卜回来，就这个，我想吃馒头，买块白薯。哎，你说往东走就往西走，说想吃烧鸡了，你买白菜，就这个，一辈子不和，你说什么偏不听你的。包公临死了，你想这石头弄石头枕头就行了，水泡烂了泡不烂呢，那我就永远出不来了，不行，木头枕头能说吗？来木头枕头准弄石头的，他不和呀，这么着，亲爱的，关也好关。亲爱的，马上我就要不行了，要先你而去了，你再嫁谁我不管啊，我这人思想很开放，我死了之后啊，你往湖里给我扔一个枕头，千万别扔木头枕头啊，你琢磨这一辈子不喝呀，想吃你买萝卜的主儿，千万别扔木头啊，准扔一木头，你给我弄个石头枕头。说完这句话，包公就闭眼走了。媳妇一琢磨，这玩意儿也过一辈子了，一辈子都不顺着他，他都死了，得了顺他一回，大石头，石头哪玩意儿烂得了吗？所以到现在，包公永远出不了世，但是这只是一个传说。现在来说，清官很少，但不敢说没有啊。谁说没有？您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哎，过去有这么句话，叫“无官不贪，无商不奸”。可是过去就是49年以前，啊，无官不贪，无商不奸。现在都是两袖清风，人民的公仆。您看看写哪个办公室都挂着这旗“人民的公仆”啊，细打听都楼下做的。人家那个。服务对象都在楼下做完给送去了，别瞎想。哎，公仆天天坐小汽车，国家的主人就是我们，天天挤公共汽车，公仆就是俗人呢。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，这都是闲话，跟本书没有太大关系。包公是一大清官，能让他出家吗？不行，国家有三不度，度化的度。有父母不能出家，你有父母吗？有，你出家你父母怎么办？父母对你再不好，那是有你的养育之恩，你得知恩图报。有父母不能出家，有妻子不能出家，有媳妇吗？有，对你好吗？不好。想吃梨买萝卜，那还不行。你来出家了，还得守活寡。有子女不能出家，三不度，三不度子女我就甭问了，你先占两条，不能出家，这是天机不可泄露，不让他出家，怎么办呢？在我这儿当了一名火攻道人，沏茶倒水，现在的话就是茶坊，茶坊服务员，有来上香的，给那个功德箱里头扔的有红票了，这马上就得过去啊，给人沏茶倒个水，让人家坐一会儿，我小点心啊，或者素斋啊，得给人家管饭。干这没事儿，没有相克的时候呢，给了然禅师下下棋呀、啊。干这，火攻道人。了然禅师一看包拯、包文正是100天的灾星，灾星未满，他在我这儿要度过100天，灾星满了，他再出去就行了。这人将来了不起。到99天的时候，大相国寺里来了一个人。此人不是旁人，三朝元老王彦霖。他干什么来了？奉万岁皇爷之命寻找英梦贤臣。包公在梦中救过皇上的命，皇上做梦梦见一个人救驾，就是包公这个形象。
画影图形，州城府县要找这个人，99天没找着，100天期限，101天找着，这叫抗旨不遵，拿我找乐。我说100天，你偏巧转天你给我找来，你准是早就找来了，皇上不讲理啊，你不带着，非得过一天你诚心气我，上抗旨不遵，怎么办？为难，皇上怎么不讲理啊？你梦见什么，我就得给你找着这样的人，他得有啊，包公那个形象世间少有，现在您找没有，挺黑挺胖，脑袋一白月牙，哪有这样的人？没有，没办法。大相国寺抽签算卦，算命最准。有这么一句话叫“财迷买彩票，倒霉上挂摊儿”。不是说买彩票的都是财迷啊，您必然希望中奖，您才买彩票。要希望不中奖，您直接捐款就行了。买彩票千万别中了，哎呦别中了，您给我换一张。没有这样的，财迷买彩票，倒霉上挂摊儿。算命也是一样，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说老父亲得病了，好几年也不见好，或者丈夫走了，好几年没回来，杳无音信，联系不上，抽签算卦，刚中500万，单位分套房，搞了个对象是大款，算卦去，算的干什么呀？多的丢啊，多的分手啊，没有算卦，财迷买彩票，倒霉上挂摊。三朝元老王彦霖同样的故事，他现在就倒着霉呢，让他找找不着就杀头了。你三朝元老、八朝元老也不行了，杀头了，来到大相国寺算命，了然禅师出来迎接，一看这个人气宇轩昂，非是等闲之辈，赶紧迎接出来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也知道了。王彦霖也知道，我知道你没头发，他们都这套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这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梵语写出来就是南北的南，有无的无，到这儿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为什么呀？这都有典故啊，这都能说得开。唐僧取经啊，骑着是白龙马，不能说太细了，一会儿他们这个八仙呢，包括刚才那个哪吒闹海，他跟这个都有关系，咱就点一句。唐僧取经骑白龙马，他是因为啊犯了天条了才让你骑呢，那是龙王三太子是骑着玩的吗？犯天条了给他变成马让你骑，那本身是赎他的罪孽，你取完经了他罪孽满了，他还能驮你吗？他就不驮了，不驮你唐僧怎么回来呀、啊、凑钱没有，他是取完经他成佛了，大家看过西游记吧，一磕头起来脑上多一个那个给贴着那玩意儿，马路边有卖1块钱8张，一磕头镜头还动一下，技术不全面，多一那个代表成佛了，您琢磨是不是？成佛了之后你得回来呀、啊、你看电视剧里演的从天上就回来了，这是女儿国啊，这是怎么怎么回事，他不是怎么，你得回来，你怎么回来，马人家走了，完成任务人回去了，孙悟空人还跟你费那劲呢、啊、人家也完成任务了，人保唐僧，那卷帘大将沙和尚也是保唐僧取经，为赎他的罪孽，失手打破了那什么瓶子，不是猪八戒看人洗澡，你这都有罪孽，咱是说的不是假话呀，赎罪孽取完经就完事儿，唐僧您哥一个字回来没马走回来啊，你是佛，是佛你没钱，钱不够买了一匹驴，一般驴能驮了佛吗？也得受戒，南无就是受戒，给驴起个名字叫阿弥，南无阿弥是这驴驮着个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唐僧是这南无阿弥这驴给驮回来的，这么着南无阿弥陀佛啊！哪位您要有和尚朋友，您千万别问他，没那么回事儿、啊。这不是我编的，这我师傅编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就没头发。王彦霖心也烦呢，让你这算卦来，你告诉我就没头发。进来之后，我能马上一进门就先抽签儿啊？
他一看王彦宁这个模样啊，气宇轩昂，想必是包拯的出头之日到了。好，命火攻道人现场，他就干这个活呢，就为让他俩见见面。王彦宁怀里揣着那龙图那个模样，那图其实甭揣这个，早在他脑子里就有印象。黑脸这一白月牙一现查，王彦宁拿眼一看，定睛观瞧一看包拯这个模样，我还喝茶就是你，拽着包拯就走。两人禅师在后边拦着，为什么差一天灾星未满呢？到后来三次处斩包文正，玉后龙袍杀一回，三下南唐杀一回，乌阳合兵杀一回，都没杀了，吓唬吓唬他，跟这陪绑一样。过去有这个陪绑，现在有时候老说你加班我还得陪绑，这是你俗语。过去陪绑是跟着枪毙，你自己可不知道，你也认为你也得毙，俩人一块儿架出去了，都摁在那儿了，他这枪有子弹，你这枪没子弹，都照脑子后头啪，就这一下，你虽然没死你也得神经了。说的您琢磨您受了受不了，以为是死了啪嚓枪毙了，他那儿死了这儿没子弹，你回来没个三年五年缓不过来，确实心里得多的阴影啊。陪过绑这还了得，他陪过王彦宁一看包公就是这模样，走三下南唐杀，杀了三次没杀了，心理压力受不了，差一天灾星未满，得把这个事儿交代清楚。带着包拯包文正到了八宝金殿，见了万岁皇爷。万岁皇爷闪二目定睛观瞧，不错，就是梦中救驾之人。好，好家伙的，王彦宁这心才算放下。你要说不是，他那个月牙是冲这么着，好，这要命，哪有这么一样的人呢？好，差不多，行行，就是他了。皇上金口玉言啊，皇上说行，那就算行了，你再推翻也不行了。皇上身边站着俩人，这儿站着一个人，在八宝金殿，这儿站着一个人呢，是传旨的太监，传旨官。一边站着一个人叫谨言官，哪个谨？谨慎的谨，言就是语言的言。告诉皇上说话要谨慎，因为您是金口玉言，不能逮什么说什么。说完了不算了，说完了您不知道了不行。这一辈子就说一句话，四个字：万岁谨言，就这四个字。时时刻刻在万岁身边提醒，万岁谨言，万岁谨言，那意思啊，不该说的话千万别说，万岁谨言，一辈子就说这么一句话。好，就是他，万岁谨言，我知道，万岁谨言，反正这还一个，就是他，封官吧，封什么官？没法封啊，越级啊。可不越级吗？他是定远小县的县令，现在的县长，直接能调到中央来吗？对吧？他本身又是清官，他调不进来，后村又不硬。你要勾着他行啊，农村来一位，没过二年当县委副书记了，再过两年市长，再过两年省委办公室副主任，不定是谁的小舅子，都勾着。老包就他自己都不勾，勾不上，怎么办？越级封他为龙图阁大学士。龙图本身不是官儿，皇上画那画叫龙图，龙图阁大学士就是现在高考的前几名啊，这都不是官儿，高考第一名算什么官啊？也没地儿领工资钱。大学士也不是官儿，现在有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没有官儿，学位。龙图阁大学士兼理开封府，开封府就是首都，就是现在北京市市长。首都的这个官儿啊最难当，现在也一样。北京市市长很了不起，我个人觉得他就不如天津市市长，他在天津他说了算，他是一把。天津市最大的那天津市的皇上，北京市市长，北京市的官就比他大。他是中央所在地，过去也是一样，开封市市长一推门都是皇亲国戚，哪个您都惹不起，但是只能这么一步一步来，让他兼理开封府。道坐南衙开封府，所有的衙门
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，都是冲南开，坐北朝南，唯独开封府坐南朝北，就在皇宫的对过，我跟你万岁皇爷对着干。他救过皇上的命，皇上就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而且皇上喜欢这个人，这玩意儿这就不好说了，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，他喜欢你，你这玩意儿就不好说了。而且那天在金殿之上见到了八王千岁赵德芳，赵德芳也喜欢这个包公，私底下也得见面一聊，姓什么呀？姓包啊，姓包太好了啊，我爱吃包子。叫什么呀？包拯。哪个拯啊？拯救的拯。为什么呀？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个寓意也好。这八王千岁就喜欢这个包公，他又救过皇上的命，您琢磨他这后半辈儿不就算有了着落了吗？这就算可以了。监理开封府，赶上那一年陈州荒旱，陈州啊，就是现在也有的河南，那阵儿开封就在河南，陈州荒旱，万岁皇爷命国舅庞昱前去放粮，庞昱就是庞太师庞文的儿子，庞西宫庞娘娘的兄弟，庞昱前去放粮，没想到庞昱此人到了陈州，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，黎民百姓怨声载道，不管，让你是赈灾来的，放粮来的，他不管放粮，歌舞升平，每天净干这，这叫发国难财啊，现在也不是，那都避了阵了，您还贪污呢，这是最可耻的行为。现在咱有头些年也是，咱都赶上哪儿地震的闹洪水啊，献爱心啊，街道居委会都公布黄纸红字写着谁谁捐多少钱，谁捐多少钱，捐多少衣服被窝，也有那反应报纸都登过，刚捐完那个衣服居委会就穿上了，捐你不能捐很破的呀，有80新的甚至全新的，捐居委会先挑，挑完了自己合身的他先穿上，你说我们老百姓能不恨你吗？这叫发国难财啊。国舅庞昱同样如是，包公有一个特点，他代理民词，他管老百姓的案件，老百姓有什么冤枉之事找到包公他管，他是开封市市长啊，他管老百姓的事儿。就有陈州的村民荒旱颗粒无收，现在南方您看看颗粒无收，要没这三峡我跟您说旱的还得厉害啊，陈州荒旱多亏有这三峡颗粒无收，地都旱的都是这么大的裂缝的，村民怨声载道，到了开封府找到府尹包拯包丞相，说包大人呐、啊，我们那儿啊，实在是吃不上饭。我是派国舅庞昱放粮嘛，他放什么粮呢？放假，放粮，烧杀奸淫，无恶不作，黎民百姓怨声载道，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完全的告诉了包大人，这还了得？包大人就告诉给了八王千岁赵德芳，同时禀给了万岁皇爷。皇上一听，这不行，皇上岁数小啊，他现在还认为这个八王千岁是他亲爹呢，狸猫换太子换过来的。千岁，那你叫千岁，不能叫爸爸。千岁，这个事情您看如何处置？万岁，我觉得应该让包拯、包文正、陈州二次放粮，严查国舅庞昱一事。八王千岁说了出来，他怀里抱着那个八面金锏，三条龙九条凤，七七四十九个眼，九九八十一根钉，他能打死仨皇上九个娘娘，49个文武大臣，81个皇亲国戚，他怕谁？我要有这个，我也谁也不怕。啊，咱没这个东西，命包拯二次放粮，包拯在这儿。好，包青，朕命你二次放粮。皇上说：“启奏万岁，我去不了，彼之官威甚小。我是开封市的市长，他是国舅，对吧？
他是国母的兄弟，皇亲国戚，我管了他吗？我管不了他，怎么办？问八千岁，万岁，不如赐予包青三道玉札。刚才小鸡也提到了玉札哪个字儿？木字边，这边一笔画叫竖弯钩，这字念札，当信讲。三封信就是三道圣旨，说现在话公投支票，上面数不填，内容不填，赐他三道玉札，包公自己去起草，拿来我看，有这个还不行吗？好，包青，朕赐你玉札三道，三道玉札就是三张纸啊，回来皇上再签字，赐给了包拯，包拯谢主隆恩，拿着三道玉，拿着三封信回来。所谓三封信就三张纸，你不拿干纸写一样，关键看内容啊。回来之后他犯愁了，给我这个，你说怎么写？写重了吧，有欺君罔上之罪。头一张纸写上了，打明儿起我是皇上。第二张纸写了，打后起娘娘全归我。皇上劳动改造，以观后效。那行吗？那个，那不能胡写，写重了有欺君罔上之罪，写轻了这玩意儿没用。写轻了，第一条不许随地吐痰，第二条公共场合严禁吸烟，第三条不准没事开房去，有什么用啊？你写轻了没有用，写重了有欺君之罪。皇上正那个包公正然为难，怎么办？想起一个人，开封大相国寺了然禅师，那是对包公有恩的人呢，回去找他去，就管他叫师傅。师傅，万岁皇爷赐我玉札三道，让我起草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您看看这字，您给写一写好不好？老和尚一听，你都写不了，我能写吗？你开封市市长都办不了，我是和尚，和尚你要给我写，你敢让我写，我得给你写，对吧？你敢让我写吗？我得给你写。头一条，和尚以后能挣钱挣得特别多，就是能娶六个媳妇儿。我说天天能吃肉，你让我写就这个，您这开玩笑，写这哪行？还是你都写不了，我能写？那您说怎么办？好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谁？红鼻子师爷公孙痤。为什么红鼻子？酒糟鼻子。他是浙江绍兴的人，绍兴出师爷，有一个电视剧叫《绍兴师爷》，啊，绍兴出师爷。红鼻子居多，现在的律师那绍兴人多，打官司您最好请绍兴人，啊，无理都能搅出理来，无理搅三分，这什么理都没有，他一说话人家听不懂，说点快点，鲁迅绍兴人，能矫情，鲁迅是什么时代都对现实不满，那外国记者叫斯诺问毛主席，鲁迅要活到现在怎么样？恐怕得杀了八回。任何时代老对当权不满，你琢磨他能好得了？咱不说鲁迅，红鼻子师爷公孙痤给包大人推荐。包公孙痤也是一直窝在这儿，他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人，赶考没有得中，不代表这人没有能耐，能力跟水平和这个文凭没有太大关系，对吧？没太大关系。他在大相国寺里能有什么发展？我老和尚最大发展弄一大和尚，那不也和尚吗？没有很大的发展呢，等我死了方丈是你的了，那干什么呀？没有什么发展，跟着包公走了。包公带着红鼻子师爷公孙策回到了开封府府衙，三道玉章，公孙先生，万岁皇爷赐我三道玉章，命我陈州二次放粮去查国舅庞昱贪赃枉法一事，您看这玉札如何起草？公孙策一琢磨，你写不了，我也写不了。我给你写完了，跟包公一个心里，写重了不行，写轻了没用。写完之后，皇上恼了，包公说了，不我写的，他写的，我招谁惹谁了？好，包拯，您容我思考思考，琢磨琢磨，好吧。把这几张纸其实早换了，老不是皇上，皇上纸早搁厕所里，都一样。好吧，给
张纸抱着人睡。从鼻子师爷躬身坐在屋里头踱步来回溜达，他得琢磨怎么写。时间可就甚晚了，抱着人命包兴来给公孙策送夜宵，晚上你吃点什么呀？没什么新鲜的啊，俩馒头炒俩菜，宫保鸡丁啊，鱼香肉丝啊，什么这个烤鸭呀、啊，这来条鱼，这个一大盘子，还有汤。对，一看他这么然为难，不光为难，红鼻子师爷公孙策干什么呢？打点行囊包裹，收拾行李卷，也不用恨打点，刚来的也没拿出什么来的，准备走。哎，你看这包兴就看不起他，他跟包公一边大，包兴跟包公一边大。公孙先生，您这是干嘛去？能不能都走啊，走动走动就是上厕所，他就方便的，上厕所有带行李去的你别弄，你别弄这套了，你说吧，怎么回事吧？拿着打卡看不起他，怎么回事吧？哎，包兴，万岁皇爷赐给包大人玉扎三道，包大人没能力，让我来修这个，哪修的？嗨，这有什么的？你嗨，甭说你呢，包大人跟您这都多有能耐，我都行了，这有什么了？玉扎三道嘛，今儿给送着饭里，今儿还有鱼，我告诉你吧，让我尝两口还不错。啊，这有刀，拿鱼。鱼扎三刀，跟他开玩笑，无外乎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老龙正在沙滩醉，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。欲扎三刀，欲扎三刀，我何不变欲扎为欲扎？好，包兴，再给你，把包兴打心生一念。玉扎就是三封信，您琢磨，包公是安徽人，公孙策是绍兴人，说话难免有口音呐。玉扎，玉扎，皇上叫玉扎，就是铡草的铡刀，何不变玉扎为玉扎？连夜吩咐开封府的工匠修筑玉扎三刀，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我要试一试包大人的胆量如何。你要胆儿大，真是伸张正义，我保着你。你要胆儿小，这事儿不行不行，推翻重新来，不敢干。对不起，我还不伺候你。宁给好汉牵马坠镫，不给赖汉当祖宗，是这么一路人。公孙策好人，开封府什么工匠没有啊？一宿没睡，三口铜铡打造已毕。这公孙策到这个时候就不害怕了，也不着急了。为什么呢？无所谓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豁出去。我已经豁出去了，你还能把我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就这个，反正我不直接见皇上去，就这个。转天早上起来，天光一亮，公孙先生，玉扎可曾修好？修本呢？这玩意儿这一语双关了，写东西也叫修啊。玉扎可曾修好？依然修好，拿来与我观瞧。启禀丞相。拿不了，抬。包公说：“你写多少？这不是我看，这皇上得看。好家伙，你写多少得抬？一部《三国》才这么厚，您得抬。好，您就抬来我看看吧。三口铜铡呀，就是铡草比那大呀。三口铜铡，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要盖着这个包袱皮啊，盖着布，往这这么一摆。”包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什么东西、啊、把包袱皮都撩开，一个一个介绍，从狗头铡到龙头铡说。包先生，这个铡乃是狗头铡，您不让我修玉铡三刀吗？王说多的说的玉铡三刀、啊、好，我先听你。此乃狗头铡，干什么用？铡的是贪官污吏、恶霸土豪，一路上沉舟放粮，贪官污吏能很少得了吗？哎，铡的是贪官污吏、恶霸土豪，有狗头铡，您没有这权利，皇上许给您的，抬着这个可以铡他。包公心话好，该铡。这边这是什么呀？此乃虎头铡，干什么用？铡的是文武大臣、朝郎驸马。包公也害怕，
身也有贪赃枉法，光目钱也大，往中间一指。那么这个呢，此乃龙头铡，干什么用？铡的是龙子龙孙，皇亲国戚。不听此言还则罢了，闻听此言刀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，这还了得？好，龙子龙孙，你铡皇上他儿子，你还得跟他说皇上要铡你儿子，你得把这台上你得跟皇上说呀。公孙策跟包大人说这不知紧要，包公得跟皇上说呀。包公也害怕，冷静了片刻，好，佩服你公孙先生胆儿真大，比我胆儿大、啊、这东西造出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包公也不是那个胆小之鼠辈啊，王马张赵抬铡上金殿走了，趁这阵还有胆儿，一会儿一琢磨后悔，这事儿就吹了。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，五更三点，金钟三下响，玉鼓九声吹，万岁皇爷登基坐殿，传旨官传旨，有本出班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，请假还宫。臣包拯有本起奏，传包拯随旨进殿。包公进殿之后，往这儿这么一跪，包青有何本章朝上奏来？启禀万岁，您昨日让我修玉铡三道，现已修好。啊，好，宝清，拿来我看。宝大人说拿不了，现在五朝门外。五朝门外啊，皇上心里话，那三张纸五朝门外不挂好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来了一阵风啊，出大风跑大风，十人见了九人惊了，对不对？挂好了，赶紧拿起来，拿石头压着点，要不拿不了，得抬上金殿。皇上吓一跳，咱包公当时一个心里，你写多少？一部三国这么厚，得抬，三国也不用抬啊，拿手一提溜就来了。啊，皇上抬上来吧，先看看呢。王马张赵抬铡上金殿，狗头铡、虎头铡，中间龙头铡，往这这么一摆，皇上也吓坏了。还看看八千岁，八千岁在这个绣龙墩上坐着，看看八千，那是他爸爸，看看他爸爸。宝清，这是什么？指那狗头铡，他不认识。此乃狗头铡，万岁皇爷命臣修玉铡三刀。我说的是玉铡，皇上不能矫情，你没说清楚，你没听清楚。那不成了旧社会妇女打架了？皇上不能矫情。再者说，旁边还有俩人呢，万岁谨言。他更不能矫情，不能说话。你说这是什么？此乃狗头铡，干什么用？铡草啊！我八宝金殿要改马棚了似的，不铡草。狗头铡，铡的是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、恶霸土豪。皇上心里话，好啊，这个好啊，贪官污吏，那贪官污吏他当然得铡了，你不铡我也得铡。好，这个呢，此乃虎头铡，他是干什么的？铡的是文武大臣、朝郎驸马。皇上就寸住了，琢磨琢磨，好。文武大臣也有那个天天背后里骂我的，不是好意思说就完了。借包公之手，我们都铡了，铡成肉泥烂酱。好，该铡。中间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中间这形象我瞅着个眼熟，他怎么他身边都这个？瞅着个眼熟，你说说这个怎么回事？还没等说呢，包公砰一声跪倒身形，臣包拯有罪，不敢启奏，有欺君罔上之罪。皇上越着急越想知道，包青平身，恕你无罪。没起来，继续叩头，三跪九拜，前七后八，中九拜，二十四拜，君臣大礼，又来了这么一遍。臣不敢启奏，有欺君罔上、灭门九族之罪。
皇上一听，你什么毛病？我免了你灭门九族，一会儿你就来别的花样了。干脆一射到底，所有的罪名全免了。甭说你，跟你认识的所有的人，你们家的亲戚、朋友、街坊邻居，公共厕所蹲过对坑的那个，你们家里养的鸡、鸭、鹅、鸡蛋、鸭蛋都没罪。啊，鸡蛋照样孵小鸡儿，鸭子照样做烤鸭。我不是因为有罪做的烤鸭，命该如此啊。全都没罪，说说吧。他着急啊，臣启奏万岁，此乃龙头铡，铡的是龙子龙孙，朝郎驸马。红旗国旗，差不多。此乃龙头铡，铡的是龙子龙孙，皇亲国戚。皇上也气坏了，都。一拍龙胆，大胆的包青，难道说连朕当我也在其内吗？包公闻听此言，扑棱棱跪倒身行臣，谢主隆恩。你自己说的，刘墉跟他学的。刘墉是清朝的，他是宋朝的，对不对？你自个儿说的，连朕当我也在其内吗？这回。我没说有你龙子龙孙呢，你儿子孙子你自个儿说连你都算一块儿，那好吧，别跟皇上抬杠。正当我也在其内吗？谢主隆恩。旁边俩人万岁谨言，完了。俩人刚才不定聊什么呢，没听见。关键的地方万岁谨言呢，这已经说出去了。好吧，但是有一节呀，虽然说连朕当也在其内，那不得我犯了罪你才能铡我呀？也不是说有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都得铡我呀，对不对？我只能铡一次，对吧？好吧，带着三口铜铡，朕赐你两口印，包的人两口印，文武两口印，上马管文，上轿管文，上马管武，文武两口印，还赐给他一块金牌。上写四个字叫如玉亲临，玉就是皇上，拿着金牌就好像万岁皇爷来了一样，拿着这些个东西去陈州放粮。怎奈西宫庞娘娘知道这事儿，那可了得，要找的这个人是庞玉，庞玉是他弟，庞玉怎么一个人性，庞娘娘能不知道吗？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就这么一人呢，那也得护着点他的兄弟，坐着銮驾御街之上，拦路挡道，挡着包公不让他陈州放粮。放粮有终点啊，你误了终点也算抗旨不遵呢。拦街挡路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么一看，御街有人挡路，銮驾挡路，启禀包大丞相，有人挡路，转道而行，走别的道，只能这么办。走别的道一看，启禀包大人，拦轿挡路。转道，转了七回道，开封一共多大点地方？你不能来回转磨磨玩儿啊！王朝马汉张龙都是老实人，赵虎不老实，听的话这人怎么回事？我上哪儿他上哪儿，这不成心吗？走进去，闪二目望轿里边，仔细这么一看，銮驾里边是谁？庞娘娘，包大人，銮驾里边非是旁人，乃是西宫下院庞娘娘是也。王大人说：“你看准了吗？”万无一失，看准了，真看准了，真看准了。好，砸！包公心里有底，砸銮驾，兵荒五四的，那个王朝马汉，主人多大，奴多大，他听他的，就给砸了，轿子全拆了，把那个谁庞娘娘揪出来，头发薅下来，薅着头发你让我砸还不砸吗？对不对？金光五色，小褂也给扒了，不合适就盖。砸完之后，庞娘娘她干嘛？她虽然说不是正宫，那跟皇上她也有暧昧的关系啊，就没必要说得很细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坐着好些女孩，但是女孩也爱听这个，但没必要说，大家都明白了。她到万岁皇爷八宝金殿哭诉去了。亲爱的，
两口子，慢走公，亲爱的万岁，亲爱的万岁，轰打我，把我小褂给撕了，都看见了。他就这么一说呀，这包公能有那种行为？包公真上手啊，底下人上手啊，这还了得？完，包拯随时进殿，你这没走呢。包拯进来之后，往这这么一跪，皇上真生气了。他再西宫下院，他要看不上也成不了下院。一拍龙胆，都大胆包拯，看看，刚出去光鲜亮丽。回来之后改封七公了，说说怎么回事？是你砸的不成？包拯答非所问，问问是不是你砸的？他不回答问题。启奏万岁，臣有一事不明，在万岁面前领教领教。皇上高兴，中国人好为人师，都这样，现在也一样。这我不明白，跟您打听打听。这时候特别高兴，那他得问我。皇上更是一样，他来听你说吧。万岁皇爷出宫的时候什么銮驾？朕出宫全副銮驾。老太后出宫什么銮驾？与朕相同，也是全副銮驾。正宫国母出宫什么銮驾？半副銮驾。只有旗扇伞扇没有龙凤扇，只有鹦鹉鹦帆没有鹰照鹰，半副。西宫下院出宫什么銮驾？没有銮驾，沙灯一对，玉棍两条，打死谗臣不论。启奏万岁，今日臣走在御阶之上，砸的乃是西宫庞娘娘的銮驾。请问万岁，西宫下院庞娘娘她哪来的銮驾？您刚说的西宫下院沙灯一对，玉棍两条，他这銮驾从哪儿来的呢？与他身份不符合呀。我说相声的，介绍到外地去，咱说相声去，拿着介绍信，带一国务院公章，他不可能啊，他与身份不符合呀。说评书这什么都能放，扇子、手绢、醒目、闹钟、眼镜都可以，这只挺机枪，那不可能的事儿啊。他哪来的銮驾呢？这万岁皇爷你有规定啊，你这玩意儿不能跟人瞎说，他也得问问。亲爱的，銮驾哪来的？跟老太后借。啊，对呀，他跟老太后借的銮驾。老太后出宫不是一阵一样吗？与老太后借驾。包公不听此言，还他罢了。闻听此言，人有多大，胆有多大，扑棱一声跪倒身形，手托海下胡须，启奏万岁：今日他找老太后借銮驾，明日他父找您借江山，您也借他不成？这是借着玩的吗？銮驾能借，江山就能借。他爸说了：皇上，你挪挪窝，小孩拉屎挪挪窝，我来两天，行吗？说出这德云书馆太小了。我国务院中南海来两天，那行吗？不行啊，这是借着玩的吗？皇上没词了，哑口无言。这时候绣龙墩上站起一人，不是别人，殿前王、殿后王、殿左王、殿右王、保国王、护国王、上殿不参王、下殿不辞王、八主贤王赵德王。八王千岁怀抱八面金简，站起身形：万岁。万岁一看也站起来，那是爸爸。千岁，虽然千岁万岁那是君臣之礼，但是他知道那是他爸爸。要是按律包的人应该如何处置？按律当斩。砸了銮驾甭管是谁，砸了銮驾按律当斩。好，手举八面金简：万岁皇爷，你杀包公，我杀西宫。他有九条命，能打死九个娘娘，打死一个还剩八个，八个鸭绿，对不对？你杀，你把他杀了啊，我就把他杀了，我有这个老王给我的，还一次没用过呢，让他用用，怎么办？说现在话，皇上妥协，妥协，就是谁也别死了，就算完了，你也下回注点意啊，这玩意儿别瞎借，就没有借着玩的啊，好吧，包。放粮去，包公说：“臣不去。”
是不能去了。我刚一出去，来个庞娘娘拦路，又出去了，郭娘娘来了，这玩意儿说的好吗？又出去，于娘娘来了，胖挺白，烫头，出去，赵娘娘来了，个儿不高，你这玩意儿还有完呢？得了，咱官职必小，不去，一心一意在开封府得了，那边爱怎么弄怎么弄，我不管。不是他不想去，他要想更好的办法。好吧，朕当庭赐你九曲盘龙棍一根。九曲盘龙棍什么意思？万岁皇爷的圣旨到了，你拿九曲盘龙棍点上三点，可以抗旨不尊，我说话都不算，你到那儿你就是皇上，九曲盘龙棍给你行不行？再赐你尚方宝剑一口，如玉亲临。各位，他这东西可就不少了，三口铜铡，两块印，还有一块金牌，还有尚方宝剑，还有这九曲盘龙棍，这东西就不少了，行不行？包公还没回答。八王千岁站起身形，八王千岁爱他，喜欢吃包子，爱站起身形，包拯赐你八八六十四根棍。昨天咱们说到了，把那八八六十四根棍给他，上打昏君，下打谗臣，文武大臣打死不论，这个给你行不行？臣包拯谢主隆恩。这谢主隆恩，就连八王千岁一块谢了，不少东西呢，拿着这些东西，好家伙，480多斤都不止啊！你琢磨三口铜铡就多少斤呢？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两块印，还有一个金牌，还有一个九曲盘龙棍，尚方宝剑，还64根棍，多少东西？拿着东西没用，这是权力的象征。拿着这些个东西，出了五朝门外，八王千岁亲自给包大人送行。送包的人出来，怕御街之上有郭娘娘、于娘娘拦道，亲自给他送出来。八王千岁都出来了，皇上也得出来啊，那些个文臣武将也得出来啊。到门口告别之际，亲自扶着包的人上了轿。300文臣、400武将、5府6部、8大朝臣，一个一个推金山倒玉柱，跪倒身行，跟随八王千岁，三呼。清官出朝喽，清官出朝喽。这底下人跪着，他心里也别扭，跪着还有头品大员呢。心里话，我国家一品二品的，我怎么了？我给一县长，我跪下，我还说这个？那不行，跪的不是包公，是八王千岁，他让你跪，你敢不跪吗？大喊三声清官出朝。各位，什么阵势？皇上当然不能跪了，还是包公走，带着这些人回到八宝金殿，按下不提。包公带着这些东西，带着包兴，带着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、董平薛霸、李贵娄星，以及红鼻子师爷公孙策等人，够奔陈州二次放粮。到那儿咱就不细说了，铡了国舅庞昱，铡了所有的贪官污吏。回朝路上碰见一个人，碰见一个瞎婆拦轿显冤，就是喊字儿，拦轿喊冤。瞎婆是谁？昨天咱交代，狸猫换太子那个李后打入冷宫，和他的儿子见过一面，见过一面之后知道儿子还活着，他自己呀心里头老有这么一个念头，什么时候我能再次出头与儿团聚？每天烧香，每天烧香这个事儿啊，他是为了跟儿子团圆，或者保佑这个儿子呀能够当了皇上，这个心思可就让刘妃知道。启奏万岁，李妃天天他烧香咒你，为什么我还不死？传闲话呀，各位，人言可畏，李后没有申辩的机会。大胆李后，这说老王爷的事儿，老皇上的事儿，大胆李后赐死。简短接说，拿着白绫子送到冷宫。昨天咱交代了一个人，此人姓于，名忠，有一个特点，长得跟李后一个模样，替李后上吊自尽，死的是他，不是李后。
李后换上于忠的衣服，假装于忠得病，抬出来暗中送出皇城跑了。甭管干嘛，你就算把命保住了，您在皇城里边您是李后，出去之后你要饭，要饭也得活着，这就是出来的李后，眼睛看不见，双目失明，就没抱着瞎猫啊，双目失明，连拦轿显冤，冤枉啊，冤枉！包大人代理云辞啊，吩咐底下人落轿，落轿之后，老人家与何元王朝上诉来，你是何人？我乃包拯，包文正。一听包公，这老太后知道，果真是包拯，错不了，我是包拯，包文正。哎呀，包拯，爱卿，各位，包拯吓一跳，马路上一个穿着乱七八糟要饭的一老婆，眼都看不见了，管自己叫爱卿，那受得了吗？此人非疯即癫。老人家，想想再说，错不了。包爱卿，你是何人？我乃李后。当初李某换太子，他在冷宫，他能不知道吗？秦凤给他送信，怎么怎么回事？我产生太子，今次李某剥去皮垒，抵换太子龙体，我应该是当朝国母。现在那皇上四弟仁宗是我的儿子。包公一听，这不了的。包公本来正发愁呢，我当初是得罪多少人，我出来的，把万岁都得罪了，连朕当我也在其内了。我回去之后如何交代？一看见瞎婆李后心的话，这回可行。李后保着我的，有何为证？当初老王爷、老皇上亲赐的玉珠，上面刻着呢：“玉宸宫李妃，刘师一手，见时怕如见当初奋怕狼。”上面写着呢。春风得意花先蕊，秋月阳辉桂一枝，天降紫薇接送后羿，对形容并雄雌，这都有这东西，这丢不了，带着呢。拿来这么一看，果然是真。所谓是真呢，这不是说的模拟的，因为什么呢？看得出来，别人也不知道这段事儿。拿这两样东西，这瞎活就别摆臭架子了，抱歉。你能不能引荐引荐跟我儿子我见见面啊？只能这么说了，你说好听求人的事儿啊，好吧，但是如此我怕有嫌疑。为什么怕有嫌疑啊？说不清楚哪儿那个要饭老婆惊了架怎么办。这么，我认您当一个干娘，皇上要问起来这是什么老干妈，老干妈，真是老干妈，老干妈可一点不辣。这是我干妈啊，就是来看看您，也没别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行不行？他都已经这样了，要饭的，认个干儿，认干儿吧。好吧，这就是包大人聪明的地方，无形中维系了多少人，救过皇上的命，八王千岁很喜欢他，认这个老太后当干妈，将来的育儿干殿下。太师少保都从这瞎婆来，昨天说那段不是白说，有用。好吧，带着瞎婆，反正得给他洗洗弄弄吧，天气妙都给他收拾好了，就眼睛呢没办法，仍然看不见。回到八宝金殿，八宝金殿外边摆上各种各样的灯，没有好的，无中不孝灯。万岁皇爷正憋着抓个茬，等他回来我收拾他，想扎我还记着呢，时间不短了，这放着还记着，扎我。好，回来我先问这灯怎么，不忠不孝灯。进来之后，抱歉，放下陈州放粮食暂且不提，那灯怎么回事？为何要悬挂不忠不孝之灯？难道说我朝有不忠不孝之人吗？包公闻听，跪倒身行，启禀万岁，就是万岁。耳朵大。好的，他以为再问一回啊，你刚才上回你问这闸的时候你还竖个对儿呢，包括这回不怕，老太后是他老干妈。说皇上怎么不是怎么回事啊，怎么就是万，就我就是万岁，我怎么不忠不孝，我对我母亲
就是刘飞啊，他也知道那是他妈，伯母好极了。你是谁的儿子？刘飞啊，能跟皇上这么说话吗？皇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刘飞，想当初狸猫换太子，这么回事。小皇上，皇上哪知道？皇上不知道。有一颗玉珠，这是你老王爷亲爹，八王爷也是你亲爹。还有这个诗帕，上面有题诗一首。八王爷可认识？八王爷可知道？八王爷认识李后，对吧？那是他嫂子，他认识啊。班班陈林也认识，现在陈林叫雅父陈林。为什么呀？救过皇上的命，皇上都不知道怎么救过命，不知道。当初跟寇成玉不拷打成玉吗？救过他的命。雅父，雅就是第二个爸爸，冠军是第一个爸爸，叫冠军。他是雅父陈林，这些人都见过李后，一看就是他，一看这珠子，一看这个尸帕，错不了，就是他。这事儿事关重大，包拯请过紫金盆来，紫金盆里打上凉水，万病皆是。这个东西治百病，凉水，眼睛往里那么一泡，京剧《玉后龙袍》有这么一句话，斩睛两句话，两个字把眼睛睁开。哎呀，皇儿母后俩人见面，认了亲妈。简短结说，逼死了刘飞，上吊自杀，怒斩了郭槐。当初他们俩定这个计策，就是20年之前的事儿。大家听打龙袍，对吧？蓝云唱的最好，一见皇儿跪哀臣，不有这么句唱唱吗？开言大骂无道的君，20年前娘有孕，刘飞郭槐定下狠毒心，就是那段事儿。把这个事儿都说完了，李后扶为正宫，刘飞上吊自杀，虎头铡斩了国舅庞昱，又斩了这个大太监郭槐，陈州放粮回来之后，包公那更了不起了，太师少保育儿干殿下，那不是那瞎老婆的干儿子，那老太后的干儿子，跟皇上这哥们儿，爸爸金殿之上是君臣相待，下了金殿哥俩，大哥兄弟这个，那可不是吗？育儿干殿下呀，你对他不好，皇上也不干，老太后也不干，对不对？这包公是这么起来，一步一步的升起来。这部书叫《五鼠闹东京》，必须要把包大人捧起来，捧不起来后边没法说。包大人回来之后，带回一个人来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现在官大了，光王马张赵保不了他。王马张赵算八勇士，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、董平薛霸、李贵楼青，八个勇士，勇士连房都上不去。开封府，你官越大，得的人越多呀。你真来个坏人，他连房一上房找梯子，那不全耽误了吗？包大人推荐一个人，此人救过包大人的命，不是旁人。本书的书胆之一，南侠展昭、展雄飞，原来他们就见过面，包公上学的时候就见过，认识，救过包公的命，多次救过包公的命。推荐一个人，让他在开封府保着我，万岁皇爷，你看行不行？万岁皇爷保着你，我也得看看呢，保着市长呢，我得看看行不行啊？你有什么能耐呀、啊？他有一把巨阙剑，他不能拿出来啊，拿出来皇上一看，皇上哪能看宝剑，惊驾了，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岳武楼献艺，摆驾岳武楼。岳武楼那展雄飞呢，武术咱就不必细表了，腾腾一下子上了房梁了，皇上眼神都没跟上，找不着了啊，在上面各种各样的武术技巧，哪个叫什么金鸡独立啊，夜叉探海呀、啊，一个跟头下来之后如四两棉花香嘛，西院跑东院，东院跑后殿，都看不见了，打那儿出去回不来了，他急那后头就出来了，快急了，快皇上得找他呀，哎呦好，这是高人，皇上哪见过这个，哎呀身形如此矫健，什么叫李小双啊，还李宁啊，李大双啊，莫文蔚不是，一概不在话下，哎呀皇上都看傻了，这哪是人呢，这不好比我皇宫之内的御猫一样吗、啊、
好比一只小猫一样，身形如此矫健。皇上什么东西都称玉，这就是我的一只玉猫。展雄飞多的能耐，脑子多亮，不是脑袋亮，聪明。急忙扑棱棱跪倒，身形臣谢主隆恩。这可了不得，封他玉猫，一个字儿10000两银子，俩字儿20000两，封他为带刀右护卫正四品，开封府保着包相爷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不是这样，一封这个斩南侠为斩玉猫，江湖界可就传开了，得罪了江南五鼠。为什么呀？是猫必然必鼠，猫和老鼠汤满杰瑞嘛。是猫必然必鼠，猫是鼠的天敌呀。江南五鼠一听，这还了得？你是猫，我们是老鼠，让你们到底看看是耗子拿猫还是猫拿耗子。得罪了大爷卢芳，二爷韩章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五爷锦毛鼠，白玉堂，这个五鼠要闹东京，把东京城整个给翻了个了，翻天了。五爷白玉堂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。头闹开封祭剪刘刀，二闹开封石惊赵虎，进皇宫提示杀命夜吊何长喜，三闹开封盗走三宝，通天哭憋死猫，活捉斩凶飞，等等热闹回目，咱们是尽在下文。好、啊